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莱因哈鲁特，如果不是，我就在抽屎抽马。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黑羽，又来到了我们 R10 的系列了。因为上一个活动是菲利斯，然后我没中，我大爆死。结果后来我没想到下一个活动竟然是莱因哈鲁特，他的数值什么都非常完美，我就有点冷，小氪一下好了。我花了我自己的生活费来氪，各位可以看到，就是我月底可能就会吃泡面之类的，比较节省一点。因为莱因哈姆特这个数值非常的好啊，因为这款游戏真的是非常的难玩，我觉得它的抽率堪比 FGO 一样难抽，真的是快中风。好了，那一样就是如果喜欢这类型的系列的话，请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然后帮我按个订阅 Heavy Life 比较，然后帮我开启小铃铛。工作室由我和雷蒙跟汉斯在玩，就是我两位剪辑师。然后我们现在下午还在说这个数字好好，可是我觉得我们应该不会氪，不要，先忍住好。我就说我不要，我要累积的，我就不氪。然后晚上不氪，没错，我背叛了我的员工。好，我是不是我不看你抽？可以抽60次。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资讯，其实他的数值什么都蛮好的，只要提升以后，他的攻击力上升10%、20%，其实非常的好。さあ、舞台の幕を引くとしようか。哦，很帅，他的声音，然后还可以看大绝的释放，帅帅帅 ，Q 版是长这样。好了，我们就开抽，莱因哈鲁特，剑圣。我跟你讲，剑圣就是什么，我想要你中你就得中。各位，来注意哦。注意注意，积善，一金，一金，一彩，哦，这是前面跳过，你前面角色我当然都有了啦，对，对，哦，这是在打那个带度的时候，哎，注意，一彩，哦，现在是新的礼装，哦，这一张碧翠是好可爱啊，碧翠是礼装。其实我蛮喜欢他的，可是他的戏份不多。其中一位候选人又是水果店的女儿，哇，又是水果店的女儿，水果店也太多了吧！我的天哪，基友基友，金金金，谁？又是水果店。太容易中水果店的女儿了吧？现在是水果店女儿加倍吗？来，继续十连抽。对，跟你讲，我现在多了是石头呢。哎，干，各位，这是必中！哇，我竟然出必中！因为只要门是那个全彩的，一定是角色。哇，各位，我跟你讲，一定是莱因哈鲁特。如果不是，我就在抽屎抽马，超难。来，注意注意哦，那个礼装礼装，角色角色，注意注意，来了，剑圣的加戏，莱因哈姆特，哇，真香，很帅。其实阿姨抽角色的那个特效其实蛮帅，竟然中了，我也没想到，我竟然中了。等下出去我就跟他们讲，好扯哦。好扯哦！来，再来，好，其他应该后面应该还好了。对，后面都还好，对。哎，很屌哎！哇，我超讨厌他的，一直抽到。哎，我很屌哎！哦，基友基友，哇！莱因哈鲁特，收工收工收工。可是我前面抽那么多抽，然后都没中啊！现在随便抽都中是怎样？好像哪里怪怪的。好，没关系，至少结果是好的。好啦，各位，莱因哈鲁特就是爽，抽到就是爽，20抽而已，我还有剩的，我还可以留到下一次看什么词加呗。如果有带多的角色，其实我也蛮想抽，或者是猎场者，这两只角色都是我还蛮喜欢的。好啦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抽卡影片，希望大家会喜欢，耶、yeah! ！啊，那个观众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一个点击喜欢。近期这种跟 V H I Y U 按照我的粉丝团黑羽的 IP 追踪我的 Instagram B S K 384，那我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他也有保底机制，可是他保底是要30000颗。钻石，但是我觉得保底太慢了，我直接抽来，各位事不宜迟 ，Go Go， 来，然后它前面就是有这个会跑这个画面这样，然后我们先，然后就看它的门打开，然后它的书会转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它书会转，然后这里就会跟你讲说，哎，有什么？
两斤，要踩的。哎，没有啊，看，那这一波就是不好。哇，这游戏，我跟你讲，这游戏的它也有所谓的装备，我称它为礼装。这游戏的礼装跟角色也是同个卡池的，所以我觉得这游戏真的超难抽的。哇，你看，都抽到我有的角色了，还有我有的礼装。哎呀，哇，真的没抽到什么好的。这一波还好，来，我们再继续哈。第20抽，拜托你了，费利斯。芝麻开门，出发喽！哦，天方夜谭，那只沙漠蜘蛛，来，看一下。哎，一踩各位，一踩两斤，一踩三斤，各位注意，那个踩很重要，角色率很高哦。拜托不要给我礼装，拜托。碧翠丝，哎，注意。好，新的礼装。我就抽到这个矮子妈嘞，抽到那个水果店的老板。这款游戏真是什么角色都做得出来，超烂的，我这波超烂。剩下最后20抽，来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来，注意。来，芝麻开门，出发了。几彩，一斤，一彩，对，有机会，一斤一彩，哇，拜托你了，哇，我是抽那个哎，那个强盗三人组，啊，艾米莉亚还是李庄，艾米莉亚这么一来，我想要的是菲利斯啊。哇，库鲁兽也很多。哇，雷姆，很香。抽到角色，低星角色其实都有用，所以我都会把它叠起来。哇，太烂了，最后10抽的我最后的波纹，干好烂了，这样是真的，这个游戏真的很难抽，我真的跟你们讲，真的超难抽的。芝麻开门出发喽，有没有？来一斤。两斤，三斤，四斤，哎，五斤有五斤哦，那五斤没有踩，好，对不起各位，应该是没机会了，哎，真的没有了，应该没有了，各位，盯着，哇，是那个水果店老板的女儿，连这个都有角色，雷姆，所以我说那个菲利斯呢，我连菲利斯的礼装都没有哎。